大家好，我叫唐美玲，今年24岁，我是个特别爱乐乐的人，当我在的地方就会有许多人跟着我一起开心快乐，我看到别人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主动上前去讲一些自创的笑话去逗他开心，还有我看到别人比我还有才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演戏，哎呀，还有比我还有才的呢，我是个特别细心的人，两餐八宝粥就是有一月的早餐，我经常一顿饭吃两次，有一次夏天的时候一顿饭吃了3次，把菜都已经吃坏了，吐丝都已经酸了，我只有在值得庆祝的时候才会奖励自己一碗麻辣烫，但我对朋友绝对大方，对男朋友一分不花。来，14号之心，你好，女嘉宾，他不说要表演才艺吗？我们上台表演点才艺。啊、来，下来。全场热烈！东北人儿就是棒。我想有请一下我的黄金搭档。谁呀？段段。他给我打架子鼓，我吹小号。啊、我搁嘴吹，不要号。他不说那个瞅着有才艺他嫉妒吗？他刚才那么损我段哥，我寻思我得下来给我段哥找个场子呀。你这是上来报仇来了？嗯、啊、那呗，我段哥今儿蔫了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行，我给你俩这个机会，让大家看看这我们场上这小伙子是有才的。来，老段，段段。开始吧。开始，你先来吧。哎。我来个进行曲吧。好。完，干巴嘴。太帅了，是你表演不我表演呢？我还咋来了？你咋整得这么好？我还咋来了？你来，这是。别嘟嘟了，小鬼，给你找完场了还有这玩意儿？我们这个舞台的规律往往就是歌手可能被话筒抢了风头，是本来人14号之心就是让老段给搭档一下，就给配合一下，你看太是不是全被抢戏了？不是，头一次上台风头全你给我抢了，你等下台的啊。但是姑娘说有没有才？嗯，挺有才的。对，就是想给你展示一下，有很多的小伙都深藏不露。